最高营收的技能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。我跟你们讲哦，天堂 M 最高营收第一名，他的出招动作只有一个动作而已。这一个游戏，他就是因为出招动作做了三个动作，所以他的营收只能拿第二名。那我再跟你们讲，第四名营收 V 四，他为什么是第四名？因为他的出招动作超过三招，所以他只能在第四名。那我跟你们讲，黑色沙漠 F 他的营收第十二名，因为他的出招动作超过十二个动作，所以他就只能十二名。这样你们了解了吧？太复杂，没有错。所以想要让营收冲上去呢，就是出招动作越少，营收越好。他能不能 0.5 个动作而已，那你就可以突破第一名了。真的啦，都不用考虑啊，动作做越多的营收越低，营收越后面啦，来了解吧，营收排行越后面，动作越多的。我刚刚跟你讲在这个伺服器的，你还要问是？没办法，这个社会实验很成功。这个社会实验就是我们正在实验的事情，就好像心理医生要了解一下韩国语为什么要说全力支持蔡英文，这就是心理医生想要了解的。他以后会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。当然当然，我们在思考为什么动作一个的会成为营收第一名，为什么动作三个的会成为营收第二名，为什么动作超过三个的会成为营收第四名的 V4。 你们可以去看韩国排行榜，韩国排行榜就是这样，我没有跟你们好小。韩国排行榜黑渣技能占了快整个萤幕，对啊，我跟你讲哦，百魂的出，因为百魂他在194名，因为他的组合超过上百种，所以百魂的副官啊、武器啊，全部组合起来有上百种，所以他在194名。复杂，我刚刚看过了，但是194名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百魂还不会倒。